哦，所以这边也有坐骑哦。有啊，那是该来这边跟那个受缠族打好关系。哦。哎，那打好关系，他不是说什么要什么看什么战斗吗？没有啊，他要看你打怪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就看你打怪而已啊。我还没做那个内战冰鱼感染。哦，你只剩力战冰鱼还没打是不是？对啊，来打、啊、就可以骑了哎。所以这里的力战也是在刷珠子的。对啊。哦。轰隆。他看起来好大只哦，还是我的错觉？好了哈、哦，到了、哦，都到了、哦，都到了、哦。嗯。穿这个上，那边，这边，装下去。好快要总算爬起来，好快哦，好快。我中我那一发大炮直接偏了，上面有裂痕就代表破成功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对，他拍的那个漂亮的大理石纹路，那个油花分布得很均匀。中弩是一次吗？两次？两次。因为我刚刚上次上去用一次它就软了呢。那可能就是裂痕，那个奈斯在有另外一个轻武器陪你用啊。哦。我是没用啦。哦，那你再试试看，等一下等没有了，我不知道、哦。因为我刚刚上去打一次之后，它就有裂痕了。他转头了，哎呦！对啊，一次就软了、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其实有时候有图像，但是也不一定是软。没有，因为打下去也是有那个暴击的，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一个框，还是看魔物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或者是啊，肉质软的地方，可能有时候软质也好够了吧？对啊。啊，头本来就比较软。对啊。没有，这个刚刚用尾巴。白痴哦！软了，我没力了，我没力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撞到了，讲这个我就可以。欸、他晕好快哦！
侧甲，这好扯、哦，跟大锤。侧甲加大锤。找石头，现在都是玩找石头游戏。撞哎、欸！爬起来好快哦。对啊，他这只很快哎、欸。我快要收兵。他哭了。他发出了我婆的哀嚎声。他全身都白的，沾过血了。我的锤子也白了啊，都迷彩了、欸。我全身也白了。好，你的锤不白了，过来。你的尾巴太干净了，欠刮伤。欠刮。我可以做什么主食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咬我，我不好吃，我的肉不好吃。土拨鼠肉哎、欸，没吃过啊！真怎么会有土拨鼠？我觉得他会被我们打死。黄眼喽，开齐喽！好，来喽！好，下来喽！转过去，撞下去。那骑乘都要他穿衣装要换，不然他动作都太大了，对吧、啊？要看魔物、欸，有些魔物动作。要死了要死了，骷髅骷髅骷髅 ，kiss 啊！快放陷阱啊！算了，争夺地盘。啊？他没用哦、喔，要等他打完哦、喔。有吧？他雷二龙哎、欸。哦，这个没用、喔。尾巴、喔、尾巴、喔、尾巴、喔。尾巴哪里？我在转，我在转，我在转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好、哦。有用啊，有用啊！刚刚在打架的，应该是那个吧？准备打架不能抓，打完再说。啊，毛皮，毛皮挖一下。你猜哪个？哦，波波的毛皮哦，雪鹿。雷二龙，耐房猪，红红的，你是谁？破龙猪，直学猪二，我也是直学二，嗯。什么时候才会有江珠？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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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、哦、这个音乐是黄金龙。氪金道具，收获箱已满。燃料已满，来玩一下。很好吧，见喽。
不过用麻醉球好多、哦，用的是用完了，不过要带也蛮多的。王凯玉，哎，对啊，加超多的、啊，是比重凯玉还要猛，对，就是最高级的，哦。然后也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哦，是，什么游戏？魔物猎人。银弹，又是银弹，敢不敢给天之龙人票券啊？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呀、啊？故意说有啊？对呀、啊，卡池里面根本就没有。然后都说我们抽不到，电击带打什么？刚刚那一只啊！哦，我需要刷它。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。打死他！你们有调查吗？你再去看看，等我登记机爆，他已经到红色掉了。那我去看，你才刚到红色。流斩龙，凶爪龙。高级参券，敢不敢给天之龙有啊，那帮我刷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知道雷二龙的东西啦。哦。为什么到红色的时候集特别慢？对啊，我刚刚是说这个啊，啊你们说不会啊？接了，王凯玉、吴博义，我高中同学，你们班长就叫吴博义呢。哎，他现在台北读书，顺便看到是同一个。哇，奖励太多了吧？嗯。带出发，我刚上掉一大堆。你明明就差那么一点点了，你到底要不要过去啦？然后那个龙脉石也是要打到古龙那边才会给哦。什么龙脉石？就是克制强化的。这世界没有龙脉石。就另一种啊，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。那个叫做巨魔之地，林脉玉啦，林脉玉、哦、那个是打那个巨魔的那个林脉玉是哪个观众的名字吗？林脉玉、王凯玉、刘展龙，那这叫林脉玉啊？展龙曼玉吗？
博弈、啊、斩龙啊，曼玉啊，博弈啊，凯玉啊，真的是很会，都是人名呢、欸。不能叫这个啊。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啊你们来啊、那个地的巨魔之地的那个，我正在爆掉。艾宝正在吃那个吃瓜，关掉，不准他吃，按叉。好了，他吃完了，我来了。雷二吗？嗯。看加任务。出去再吃饭吧。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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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包！挖凯玉，挖凯玉！丢包了，有没有凯玉啊？不是，我被丢在雷欧旁边。感谢你的付出，让我们自己找到雷二龙，真棒！我还没吃饭，我要回去吃饭了。恰恰，一号营地就可以看到他咯，可以看到他帅气的，我们忘记捡石头，我先把他留下来吧，不对，下面有落石，让他下去吧。要斜坡吗？斜坡干他打，好，他的大便耶。好了，上楼。好。好，就只有我跟奈斯在。好啊，土拨鼠。我去捡石头啊。土拨鼠你。哎，雷二龙这起来的好快哦。不要吼！牛牛，头爽没？牛牛，牛牛，暴力姐姐，我要打起来吗？是啊。我忘了补弹药了，难怪射几发就没了。他撞去哪了？来这儿，来这儿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他石头会越来越大哦，是这边的特性哦，就看他滚哪边啊，经常有种的大大火球，对，火球是这边的啊，那个动动土是冰雪球，他平时是到那个石头，站起来，往下，帮你软尾。
回推，哎、欸，可以撞了。快，长久一点吗？啊，白色、哦！那、啊、差一点，只中到爆头。哎、欸，妈了！干嘛没用啊？就跟你讲说要捞起来射杀小啦。我这样有用。都还没用啊，对啊，按都在斜坡打、啊、就过去了、啊。刚刚 我跟 Nice 在斜坡等，对吧？落石下等。哦。哦，他自己把他打爆了。我打到了，打到了。